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迪迦奥特曼吧。哎，刚刚呢，我来到密室里的时候呀，竟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迪迦奥特曼啊！你看，这柜子里面呢有一个迪迦奥特曼站在那边，而且呢，他的手上还带着武器啊。不过奇怪的地方就是他的身体啊，为什么会发光呢？你看，这个迪迦的身体呢发出这个红色的光芒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比较奇怪了哈。你看，难道所有的迪迦到了晚上都会发光吗？嗯，好，我们现在来问一下这个迪迦奥特曼，他是要干嘛的？好吧，走过来。哎，迪迦，你是？哎呦呦呦呦呦！我是吧？你看，这个发光的迪迦奥特曼一看到我靠近，竟然把我给打死了啊！嘿，这就比较可恶了呀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继续过去。不过这一次呢，我要把这个带上武器过来了。啊，带上这个激光枪过去啊！哎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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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发光的迪迦奥特曼很明显就是坏人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一过去，他又开枪把我给打死了啊！好，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不客气了啊！我必须得拿出这个武器把他给消灭掉了啊！来，这一次呢，我带上这个，带狙击枪过去吧，好吧，我带上狙击枪过去，走。哎，你看，我的这个狙击枪是把他给打死了啊！小样，这个怪兽竟然伪装成迪迦奥特曼过来对付我们了哈！啊，我看他们真的是不得了了。好吧，今天就玩到这里，我是小坤。拜拜。